现五强礼，恭请高志祥。四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万神光彩，福慧增长，南京百福。明天献您这个灰熊鸡胎哈、在咱台湾食品界素享盛名的益美公司，我都当扎起的来到咱婚姻馆来设秀啊，今天终于我们盼望已经成真了，今天正式益美的这个云林厂哈也进线来打杠哈，我特别表示十二万分的欢迎之意。那益美食品在云林县来设厂有三点的意义，第一点的意义呢，就是讲会当提升咱婚姻馆企业的品质；第二点的意义呢，会当活络我们地方的产业啊；第三点，当然对咱地方的就业也有真直接的帮助。那就这个能够更加活络，不管是食安，不管是环保，不管是信路，我想伫台湾的社会内底，大家拢解清楚。因为有安尼的坚持，有安尼的坚定，予台湾有真济工课、真济危机、真济未来的目标，透过咱移民的观察来发声，予政府会当得到一定的这个提切，予台湾社会会当看清楚、看清楚未来应该爱行这个方向。所以不只是这三好做甲介好。对未来有真侪工作，李美龙已经嘛拢甲讲甲计清楚。大家接落去，万国平安，开工顺利。第二三，手稳强强，步步高升。第三三，一业永固，万事吉祥。